知道啊。白很新啊。白很多。好多。很惨，差点受灾。竟然会发生这个事情。古川町位于日本关西地区岐阜县飞驼山脉所围绕的盆地中，离名古屋大约两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临近的高山是日本知名的观光点，古川与高山都是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聚落。あの古川っていうのは1589年に城下町としてできたんですね。高山っていう。在艺术。所有平遥港，包括是要给伊讲出那个地理位置啊，啊，村的问题拢同台湾同款，人口老化废话对，迄个年轻人都不回来，啊，迄个物资缺乏、地小，然后那个反正都，反正台湾每一个地方几乎都会这么谈啊。现在连台北市嘛，还谈那个出生率太低了对，所以拢赶快吼。那但是他们怎么做出来？来看一下，它还有一个小步，它其实从一条水沟哦，它从一条水沟开始做，这一条水沟多厉害，你知道吗？我们来看一下，但是意义最深刻的是，古川町的居民认识到他们可以靠社区的力量与创意，大幅改善周遭的环境，这正是社区营造最关键的体验。这件事情四十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说我要花钱。まず、住民がする第一のことは、この瀬戸川のゴミ拾いですね。あ、それがまず第一。それから自分の家の前の、ところだけでも自分がゴミ拾いをすれば、いろいろずっと続いていますので、自分の家の前を。然后因为居民自己去捍卫那条水沟，那条水沟被臭水沟，最后把它清理干净。变成是社区营造开始的，对，四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发生这个代志，了开始就进一步啊，政府就开始讲啊，来做一挂设施，应该来协调。我们家我们要清水沟，我们需要怎么清？所以工具啊那些都是要讨论。我的政府买买给我都无效啊，你做一些我没有用的。从这样的事情开始，他们觉得不只是这样的一件政府，只靠政府可以做到，那没有政府当然不行。这件代志完成了，开始一条最高的桌招，诶，建筑要怎么保存？那一直到这样之后，诶，因是全日本我算数一数二，开始产生一个景观条例。那这个这样一件事情，我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全てが綺麗になる。我继续让大家来谈那个。有があったの。跟我最近在做的事情有关。孩子，那回家开始啊！大概你看以下这几个事情，对街区任何一个角落都非常关注，尤其是最重要街角有了空屋，或是进行不利于整体街区发展的建设，社区营造协会与町公所便会同心协力，共同寻找对策。ここは三年ほど前は写真館だったんですよ。でその方が亡くなられて、それであのあと後継者がいなくてですね、空き家になってたんですよ。でやっぱここはあの古川でも観光的に大変良いところで、やっぱ空き家にしておくのはもった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なんとかあの古川町のためにも、いらっしゃるあの観光客の皆さんのためにも、ここなんとか。あの良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私どもがここを借りまして、それであのたまたまあの私どもの仲間が映画の資料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たんで、じゃあキネマ試合にしようということで、これ1階をキネマ試合にしました。それでその時に、役場からも古川町役場さんからも少し援助いただいて、こういうふうに回収しました。町公所协助取得空屋的使用权，
由当地有经验的经营者经营了一家可爱的茶馆。这项努力不但减少了一个荒废的店面，活化了中心区的街面，也使观光客多了一个落脚之处。另外一个更大规模的努力是这家位于中心广场一侧的餐厅。当原来的地主打算新建一个停车场时，对广场景观当然造成很大的冲击。社区营造协会与丁公所共谋对策，把这块土地承租下来。这个古川町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好几次来新港，因为新港号称这社区营造这次不容，所以都与人这交流。啊，在那个分享里面，其实也一直在讲哦，这一些都是他们的基础啊。那个基础有四个事情，大部分人都可以去问。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本来就一直每天在这里走动的工作人，住在这里的人，哪里谁家那个老房子很不错，可是谁家的那个屋主人过世了，你当然都可以掌握。只是他们因为是比较关心的人，他们组了那个协会的一份子，就会把这样的一份子的事情提出来讨论，讨论之后就会去想对策。想什么对策？袂使这间厝的屋主人过身，咱知影袂当等下伊讲要话要拆掉，咱才去关心嘛，就开始去了解，包括可能因都有在关心，所以知道说啊，他准备这个要变成这个停车场，这个跟台湾比较吊诡不一样哦，咱拢是等下人已经拢围起来要拆掉啊，才去遐抢救，或者我们只能靠政府把它列入古迹或历史建筑才能保留。或者，咱家人讲啊，那屋主那安尼拍算，无爱甲保留起来。可是呢，唯有你想出对策，接下来还不够啊。第四件事情就是，因为一家经营久啊，你有一寡人脉，有一寡办法，所以去邀请人去甲做起来，啊，落去经营。所以他们大概也是在做这样事情。而这个片子是2000年的时候，这一阵2000年公共电视出一套。即、这个城市的人间，迄阵我伫看到这样，想讲，哎，咱家己敢袂晓做一寡什么代志？一直到2009年，你看等了很久，2009年我才开始说啊，无行，咱嘛来个做玉山旅社。这其实大部分就是用这样的气氛，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说只租一间嘛，迄阵希望愈侪人做，这个城市吼，就已经不得了。如果政府也保留，民间也保留，哇，这个乡亲都一定是这丰富的啊！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哇，你去年来看台南市，他们做到了，他们就是这么搞。一开始古都文化保存基金会，我们家己先去装几十万，啊，去招两三间，到尾啊，最近的市政府甲支持，啊，迄阵那苦田仔。啊，支持啊！了后去邀请伊去熟悉迄个台积电，互伊在几百万啊，一千万，哇！即马规台南市，大家嘛拢老有生意，规个观光都爬起来。所以即个过程，即马是台南市要拆一间厝时，因拢爱出来核实的，嘿，含咱这足无共的。啊，咱拆厝，你要拆保留，是你爱拆核实的。不会ですね。前は建設市だよね。扱ってるあの商社があったんですよ。それがあの前橋化できることによって。要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做的代志，社区营造变汉的布料，过来就是开始啊，政府的资源一直来，政府的资源来，你也袂使甲冻掉啊，你甲落去对，因含乡公所甲超花的钱，甲开落宗教的物件代志第一件。因为迄个神教足大尊的，但是吼，足保留足好个哦。但是要出去，逐件落着电火条、电线，都市计划第一件，把电火条刷烂个，互即个咱个祭舞台出入顺路会当方便。过来，你看少年人会当转来，所以就开始办家己个文化节嘛。所以为即个文化节，咱嘛会当开始思考，总有一个人文基础，有文化。有文史工作者，所以基础工作之后，含进入这位做出来的文化节就是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包括他们相公所也出来讲话。陈若木，他是谁？小杰是弟。やってみよう。あるいはサンテラマイルというのも对策。やってく。ねやる。あ、大きな町の方がお金もあるし、有能な人材も多いから、なんかすぐいろんな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て、小さな町は元気がなくなってるところが多いんだけども、必ずしもそうではなくて、こういう町でね、みんな仲間だから、そういう町で本当にみんなが心を一つにして同じ方向を向いていくとですね。再来先画灯了哈，因为下雪，温达下雪这个来是被认为是我们的环境的劣不好的。咱台湾冒水灾、冒风台、地震，伊嘛会，咱嘛会下雪啦。但是咱下雪是玉山啊，雪山山脉，合欢平顶好。但是咱从来到今天没有说因为水灾这件事情，我们来一个跟水有关系的祭典，或河流的祭河、祭海、祭山、祭台风，跟台湾有关系。怪啊，台湾。含这应该做官的啊，无一个所在讲啊，无咱土司哦，弄神木村，我讲神木村来办含土司有关的一个文化祭，然后就开始来迎接土司来，因为当年一定有的啊，落雨就土司了。来，问题在啊，就看你要怎么去扭转它。那他们有，因为钱一直来，钱一直来，他就把它变成雪蜡烛。我们再来看麦啊。不但结合了社区的居民，而且呈现出社区的历史感与文化深度。古川每年在下雪的冬季1月15日的三次参拜，就是这样一个让古川显得优美的传统。200年来，古川外出到信州地区从事捐资工作的女生，都会在这一天返乡，穿着漂亮的衣服，沿着下雪的濑户川边，走向圆光寺、真宗寺与本光寺祈求良缘，这一风俗全国闻名。这个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刚才记得吗？影片的开始他说年轻人很少回来啊，社区也没有什么发展啊。起码后边的公家呢，看起来是理所当然啊，但是经过咱他们在分享座谈的时候。他就会说，像这一些哦，就是文化创意啦，是观众可以用的啦。他们在地人当然也会去买，但是他们现在接下来工作做不完了。他说他们已经很发展了，他们很多人问阿伯，你们的社区营造这么完整，接下来要做什么啦？你用社区营造是一辈子的啦，做不完。为什么？他们现在开始又想要回归像以前一样那么多人，以前。这个庙就咱咧拜拜，结果真伤侪观光客啦，所以因即马错开呐。我想着咱台湾咱嘛有安尼啊，北港雕亭阁无安尼哦。伊看迄种咱的信吼，爱提早上点钟，哦，迄个后壁的再去后壁啊。他好像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势啦。那但是问题是，这个的诞生都是因为有很多的基础工作，否则一定无法度安尼发展。沿着濑户川与街道各处，装置了1000座高达2米的雪蜡烛。雪蜡烛的创意与景观，令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传统的祭典与仪式，使远离家乡的游子、自己的家人，以及来此观光的游客，产生了微妙的共鸣。やっぱりここはね。昔から祭り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いわゆる今イベントですね。
そういう伝統あるイベントを大事にして町民の皆さんがやっておられる。例えばおこし太鼓も行政は全然タッチとらん、町民の皆さんでやってみる、あるいは三寺参りというのも皆さんがやってみ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いわゆる行政サイドでなしに民間サイドで積極的にやっていただいてるから、それに行政は応援をしてやるという形で町づくり進めておりますから、いわゆる町民型町づくり、これをしないと将来につながっていかない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飞陀古川祭是古川另一项全国知名的大节日，每年四月春天来临时，町内各神社一起举行春祭。古川町有九台祭屋台，也就是我们的神教，在数百人的拉椅之下巡行町内各处。这种大规模的传统仪式当然必须动员全町分工合作，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其实是古川町社区营造的基础。这些祭台维持了百年来的古风，做工装饰都精美无比，日本人坚持传统的用心实在不简单。这九座屋台分属町内九个区，平常靠町民同心协力维护保养。私たちが今この土壌地のように日本の経済、有史以来の高度経済成長によるお金の面、物質的な面は非常に恵ま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ところが物質的な面、お金の面で恵まれてない先人たち、昔の人たちがこういうような文化を作り残し、そして祭り文化、町内にあります9つの屋台、いろんなものがそういう時代に残してくれたわけです。でそれは決して人に見せてお金儲けしようと思って作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やはりその時代その時に生活した地域の人たちが自分たちの生きた証として、生き様として残していただいた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思うわけですね。刚刚讲话那一个就是他们的社区文化工作者阿伟，少年开始参加，啊，即马较开始有点仔地，啊，已经老啊。但是他们就一直在强调，不是为了观光做这些事情。其实飞陀古川祭的意义，在金屋台群行的前日深夜，展现的最为透彻淋漓。起太鼓仪式是在漫漫长冬之后，每年的四月十九日。他们是要那个政治人物来剪彩啊。所以你可以请西藏的有那个政治人物来剪彩，嘛是有啊，但这免不了担心问题中当中的时候，古川人以敲击大鼓唤醒大家，告知春天的来临。裸露上身的年轻壮丁坐在五米高的骨架之上，敲击太鼓巡行街道。这个山村里深夜的农村太鼓声，每年吸引了爱贡献职业足大足大的人，怀念亲人才有资格。起太鼓的仪式中最震撼人的画面是参加祭典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年轻人参与传统祭典在日本其他地区也不多见，一个这么大型祭典的筹备需要年轻人返乡形成组织，共同商议分工，出钱出力，这其实正是社区意识形成最主要的过程。古川町年轻人参与起太鼓仪式是古川町社区营造成功的关键之一。町づくりができるんだと、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小さな町こそ
性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が一つ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あともう一つは、この町にはちゃんとしたお祭りがあってコミュニティ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と、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が本当に大事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すね。形としていろんなものを整備することは、それはお金があったら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そういうのをちゃんとメンテナンスしていったりですね、でいいものを作り続け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はみんなが協力しないとできないことですよね。特に民間の建物ばかりですから、だからその意味ではそういう人たちが、そしてそういう心を一つにできるようなですね、コミュニティがあると、それが本当に大事なんで、ということがですね、大事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が、古川の町づくりから学べること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けどね。从三十多年前赖屋村放养鲤鱼开始，武川町的居民发展出对身边环境的关心。他们同心协力组织动员，终于找到自己的特色与骄傲，关怀古川之心逐步具体化为清澈的流水与美丽的环境。居民的真实感受与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善，正是社区营造的首要目标。川町的夜晚，在大家入睡之前，会听到梆子声，提醒大家小心火烛。町民轮流负责巡夜，深夜一声声的提醒，代表了古川居民对社区最朴实的关心。古川町物语诉说了这样一个平实而又感人的小城故事。好啊，所以。甚至咱嘛爱含迄个啥物，咱即马台湾拢即做迄种暗时拢做迄巡逻队。咱巡逻队社区巡逻队是甲内政部抢钱啊，好大方卖抢钱啊，看会做会起来。过来就讲，其实就算有吼，当然值得鼓励啊，值得赞许，但无够。我都迄个小心火烛即种个，即嘛解特殊。迄阵阮嘛是咧思考讲，阮即区。拢是房啊厝较侪，啊无人咧讲一件事，所以这嘛是搁另外一个。台湾古迹，像讲台南市，伊古迹遮尔侪，伊可能嘛爱去有这种思考。啊，毋是干那咧讲巡逻看人对了贼啊无贼啊，这警察就会当做，咱咧做应该是还搁较无同款啊对。这是。这个部分啊，吼，唔知你看完了，这部应该真著名诶，我唔知你有看过无？有看过诶，咪当分享一下。这部叫啥？古川町。古川町。哦，叫古川町。层次的远见。即日本，所以你若有机会去日本，其实咪当去这所，我是想要去南方，啊无机会去看这个所在啦。我想讲，啊，偷袂落来。另外，搁你看一个吼，搁较吊过诶案例，伊要保留迄个。